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挑战新闻》，我是庄顺发。日本最大的帮派组织山口组，今年刚好是他们创帮100周年的一年哦。不过现在却传出分裂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口组哦，原本是在神户地区发掘起来的，但是他们现在的老大，也就是他们的呆啦，他是在名古屋地方打响名号的，他现在就想说，把这个山口组的总部从神户搬到名古屋来。当然，其他分会的一些兄弟们就不爽了，不开心了，为什么可以这样迁移呢？所以现在会不会导致说其他分会有分裂的情况，甚至未来会有抢地盘啊，要争利益发生火拼的情形呢？首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资深媒体人王瑞德。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胡孝成。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月谦。孙芳好。媒体工作者康仁俊。孙好，大家好。军情与航空网站总编施孝伟。孙芳好，各位观众晚安。今天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这个山口组确定要分裂了，就是在神户地区的这个山建组为首的13个分会，他们决定要跳出山口组，他们要自己创立一个帮派，叫做神户山口组，而且他们的成员大概有3000多人，在原本的山口组大约有30%左右。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经过近半个月绝缘、破门等分裂白热化，最终以诞生一个新组织，暂时尘埃落定。新组织名称有可能定为神户山口组。警方透露，新组织包括了从兵库县、福井县、冈山县、熊本县、京都府的13个从山口组分裂出来的团体组长，跟他们旗下3000名成员，其中最大组织神户山建组组长井上邦雄出任新组织大佬。半个月来高度警戒的日本警方，至少到目前为止松了一口气。根据以往经验，黑社会火拼不但内部死伤，往往还会卷入无辜百姓。就是看起来分裂过程还算和平，但同时警方加紧监视新组织的动向，以求尽快掌握内部实际状态。其实在日本的帮派啊，大家过去的印象都是说这些日本人非常的有传统，非常的有礼貌，小弟看到大哥就是先鞠躬敬礼。可是这次为什么他们敢来反对他们组织首脑，甚至要跳出来成立新的帮派，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瑞德哥。对，没有错。事实上山口组最主要的原因是刚好今年满100年，1915年的时候呢，这个山口组的第一代牧，也就是第一代帮主哦，山口春吉呢，那么他在神户兵库县这个地方呢，一个小渔港，他依附人家另外一个黑道叫做大岛主了哦，啊，我这里收在，我依附你，然后我再给你缴保护费给你，这样啊，我再去给人家收保护费哦、嗯。那他那时候呢，1915年呢、啊，山口春吉50人，他就成立了山口组，那时候还是小组哦，小小的地方帮派。对，那第二代传给他儿子山口登，然后因为现在已经是6代目，等于说第6代的帮主嘛，刚好100年。那么他靠什么方式呢？他里面出过一木九，就是很会打的哈、哦，会去打天下的，很狠的。然后呢，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以后呢，他不是把你剿灭。这个地盘变我的，不是他采取的方式是，我把你攻了以后呢，收你为我所用，吸收你就挂着，你就挂着我山口组了。那你还是本来的这个大哥啊、哦、啊，只是我是你的大哥大，然后呢，不断的把势力往这个地方，等下那个冲出去，有点跟那个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一样，打下来了以后，这个地方你还是你的，这个地方你还是当大名当诸侯，然后呢，我就继续往前打这样子哦。他的做法是这样，所以他才能够在短短100年里面呢，扩展到整个日本啊，几乎每个日本都有山口组的一个据点哦。那山口组呢，他100年来啊，经过这个等于说不断的打家劫舍了以后呢，他其实每一年的营业额啊高达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对，没有错啊，800亿美元呢，事实上这个金额是非常庞大，很吓人的。所以呢，山口日本山口组这个黑帮，其实最怕的不是其他的黑帮，最怕的是日本政府的国税局啊，他来查税的话，他就糟糕了。那国税局查过他好多次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会因为必须这样要洗钱，有一次还派一个人带了40-50亿的日币呢，把它换成公债以后来台湾洗钱啊，他必须要把这个钱从脏的洗成干净的，这么你的相关的国税局相关的单位你就没办法抓到我要扣税了哦。那他也是日本政府合法的啊、成立的一个等于说黑道的帮派。那可是这次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所谓的分裂事件呢？因为六代目叫做私忍哦，他的名字外号叫私忍啊，事实上叫做狄田健士。他自己本身很特殊，他接了第六代目了以后呢，就被日本啊政府以他涉及这个枪械杀人案为由，把他抓进去关了6年、哦。所以他在里面还是继续当山口组的组长，在名义上指挥啊、哦，对，名义上他指挥，可真正的山口组其实掌握在谁的手上呢？掌握在因为
山口组是神户起家的，神户起家的一向呢啊都重视神户出身的人，嗯，可是私人很特殊，他是名古屋名古屋起家的，名古屋的弘道会起家的，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他在人在坐牢，但是呢，他就把这个等于说啊相关的这个山口组的组织，其实是由他弘道会的这个其他的老大来掌管就对了。那么掌管这几年以来啊，好不容易这个私人自己本身呢啊出狱了。出狱了以后呢，他最近做的一件事情惹毛了这十三个，包括这个三建组的这些的组长。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出身名古屋嘛。对。那名古屋今嘛五里桃，因为包括国际机场，包括金泽的都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五里桃就对了。所以呢，他这样他自己本身呢，出身于这个名古屋，他打算把山口组的本部从神户移到这个名古屋来。这下犯了大忌，为什么呢？在五代目第五代帮主以前都是来自于神户地区的，所以你把我们出生点的这个山口组的神户这个地方，你要给我移到名古屋去，你这样的作为，那你这几年来公安拍天，这几年来里头让权势地位名利全部都让你这个弘道会占了，那我们这些兄弟帮你打天下，每个月还要缴母金给这个山口组的本部。那如果如此一来，我干嘛跟着你啊？我讲坦白的，你给我什么好处啊？黑道我刚刚说过，他们是个结盟的嘛。对。所以呢，这十三个包括三建组在内呢，他们就造反。十三个等于说联盟在一起造反的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消息已经传到私人这边来了。他透过管道去打听、去劝阻没有用，所以他先一步。在几个礼拜前，先一步对外放风声，我要跟你们永远的，等于说把你们破门，断绝关系，把你们绝缘。破门是什么意思？赶出山口组，绝缘就是即系狼，我们就是敌人，你知道吗？所以那不一样。所以它里面这十三个里面呢，有几个是破门而已，破门就是以后搞不好你还可以回来。绝缘就是我跟你一刀两断了，从此以后不是兄弟了，我们就是等于说就敌人了。那引起三癌、十三癌，我刚刚坦白的，因为没得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从神户、大阪这些嘛，对不对？那既然是联盟，所以本来的地盘还是我的。对。所以呢，里面最强大的一个叫做三建组嘛，现在的三建组组长就接了这个十三个联盟，他们自己独立成立一个叫做神户山口组。他为什么要这样叫？他就是要说我才是山口。口主的正宗，我才是主流，你们是非主流。虽然你人多没有用，因为在日本呢，黑道呢不是以人多势众就有用了，要以你的势力、你的影响力大小也才有用。所以现在日本警方很单纯简很害怕，就是会不会两边来抢这个所谓的地盘？因为很简单，神户山口组一定想把他的势力往前冲嘛。那么旧的山口组一定想把这个这十三个这个。脱离山口组的这十三个帮派呢，他的势力想要接收嘛，对不对？所以一定会火拼，所以日本政府现在很担心。那么事实上，除了这个之外，这也不是山口组第一次分裂跟第一次打。不是第一次，对。那其实山口组有两个这个很厉害的一个经营者，一个是五代目的渡边芳泽，另外一个就是山口组能够壮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叫三代目田刚一雄。田刚一雄是一个很可怕的人，他可以只手把人抓住以后呢，把你眼睛给挖出来，用手挖眼睛。所以他的外号叫熊人，他很凶悍，然后他也是第一个把山口组往政治界跟演艺圈的手伸进去的人，所以呢，山口组最后壮大能够有10000个人以上，全国以上的大帮派都是田刚一雄。可是人会老啊，人老了以后，他掌握了山口组35年那么久了以后，他生病了，生病了以后，那时候其实山口组本来第四代的帮主应该是山本健一，那山本健一就是。老大有什么教训，我一定把它完成。所以这个人很可靠，所以田刚一雄要交接给他。可问题是，田刚一雄生病病重的时候，这个山本健一人在牢里面。田刚一雄一死，山本健一吐血而亡，你知道吗？吐血而亡。他也在，他因为肝病在监狱里面，当然到底是自然死亡还是加工自杀不知道。然后呢，他就在里面吐血而亡，这下糟了。为什么？因为可以接的人死了。可以接老大人死了，那怎么办呢？原本要接班的没有了。对，那事实上那时候呢，除了山本健一之外，还有一个叫山本广熊奥帕。好啊，职位最高熊奥帕，问题是这个等于说啊，太强悍，太强悍的结果呢，就看阿爸。所以呢，这个那时候田刚一雄的太太田刚文子就决定给竹中正久，因为竹中正久啊，等于说跟在大姐头旁边，就没想到竹中正久这个人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喜欢养很多很多的狗啊，然后每天跟这狗相处的时间比跟兄弟相处的时间多。另外一个就是他喜欢养小三啊，所以呢，后来啊，他虽然名义上当了山口组的第四代帮派，很抱歉，山本广对不对？我外怕嘛，对吧？我干嘛跟着你？我不唬你，我就带一票人出去成立了义和会哦，义和会，然后呢，他。
更很生气的情况之下呢，竹中正久会把你干掉。趁竹中正久去小老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开枪把他给杀了。你杀了我们山口组的头目帮主，哎，所以山口组立刻火拼，三年之内两边总共317次的砍杀跟枪击案，这么多，把日本政府弄得头非常的大，因为没有办法抗，因为没有办法这一起另来的内战，对吧？对，虽然杀的都是你们，可问题是殃及民众跟警察，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后来就这个叫三一战争，因为山口组跟义和会的战争，战争后来警察动不了啊，警察说就下通牒令，如果再这样的话，把山口组跟义和穷抄全部抄了，那你们两个全部都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后来啊，山本广义和会的头领山本广下令解散义和会，让义和会的人回到山口组，自己去跟田刚文子认错道歉，所以就结束这个长达三年的三一战争。总共两边各死了25个人，70几个民众受伤。单单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很可怕的，火拼次数317次。山口组其实过去就曾经分裂过，也造成他们里面自己打自己。可是我们知道，其实不管是在台湾、日本，甚至其他国家的帮派，其实他们应该都有所谓的内规。那听说山口组的内规就是他们惩罚自己人的时候要剁手指头啊，夏龙哥。我们就以山口组来讲好了，因为他在日本来讲，他是一个有一个差不多近百年历史这样子的一个大帮派哈。他本身来讲的话，他的辈分跟他的一个阶级是很严明的这样。那至于所谓的断指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所谓的你犯了错了，对，我今天是来认错的，我来认错的话也没有，这是一种救赎的一种行为。那过去的时候，他们是承袭这个日本的那个，就是在那个武士道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断指他们来讲的话，浓缩一个字，它叫武士道的道，道，他们会用道那个字有没有，然后来解释这样子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不是所有的小弟啊都可以来断指，如果你是个小小咖，那个弟弟有没有，你说我来断指。人家就把你有没有不知道踢到哪边去，因为你不够格，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必须要有具一定的一个身份地位，你要跟你这上面的这些大哥老大们有没有？你必须要有交代。那要有交代的话，有没有？段子是以示我的一个决心哦。那怎么样的情况呢？那我可以看网络上面写了很多是什么，你的食指啊、中指啊什么这样子讲了一大堆。其实啊，如果你今天是右撇子的话，有没有？就是左手第一根指头，就这一节，这是你第一次犯错的哦。第二次的时候就断第二个，第二节，不是断第二根啊，不是断第二节，好，然后你在犯第三次错的时候有没有？这第一节在这里嘛，对不对？第二节是斩断这样子，好，是这样的。第三次犯错的话，不是断这边，是换成第二支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个无名指的第一节，如果你在三次这个样子，你还在犯错的话，后面就自己看着办。哦，是这样的，对，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部分上面来讲的话，他们是有区隔的，这样，不是说什么哦，像我们那个什么看电视上面讲那个什么，有的人赌不是赌博赌输的，对不对？哇，拿手就在拿菜刀砍着自己的手，这样不是那样子搞的，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规矩在。这是一个，山口组这几年来有没有？2008年之后的话，因为整个金融大海啸的一个问题，造成山口组有很多的一些那种纷纷争争，他们一直想办法要能够凝聚内力啊。那怎么凝聚呢？他2010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山口新报报纸，报纸哦，他们还成立报纸，内部的一个发行的一个组织的报纸，告诉大家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谁说了什么话、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一想到这个帮派，日本山口组，但其实在九州地区有一个叫工藤会，它也是被日本警方列为这个非常暴力的一个团体，听说比山口组还要凶啊，瑞哥。没错，工藤会工藤组呢，以前叫工藤组啊，那么他有多凶悍，连那个山口组都必须要让他三分呢？有位安倍晋三，你认不认识？日本首相嘛，对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下关市的私人官邸啊。被工藤组的人攻进去过，那攻打进去啊，手下对，还丢爆裂物纵火等等啊、哦，这个在台湾等于就是直接就是攻进去总统官邸啊，对，官邸的那一种啊，这个事情啊，山口组不会干啊、哦，可是工藤组干了，干了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个钓鱼台之争的时候，对不对啊、哦？那么中国驻这个福冈的那个总领事馆的领事馆呢，事实上也被工藤组的人攻进去过哦，他们不断的丢爆裂物，然后甚至于直接就到这个相关的九州的这个警察局。派出所跟他们警察宿舍丢汽油弹，这些事情他们都干过。
这件事情，这个你要知道，日本是一个我父亲因为是日本华侨，所以我接触日本的文化大概这个50年来哦，它的整个这个变动很好玩的。日本的警察是非常有威严的，你知道吗？嗯、日本两个警察不用带枪，拿个警棍在路上走啊，没有人他讲的话没有人敢不听。哦，可问题是日本的黑道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黑白之间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生默契、默契，所以黑道绝对不会去惹这个所谓的白道啊。所以呢，他在歌舞伎町新宿歌舞伎町啊，第一个跟警察开枪打中两个人是台湾去的黑道，你知道吗？台湾是台湾去，他们吓了一大跳，竟然有黑道敢开枪打日本两个警察，你知道吗？哦，那山口组不会去惹他，可是工藤组却敢惹，为什么呢？那你也以为说，那工藤组一定是人多势众非常多？不，他的人只有560个人，560个。山口组总共目前啊，这个登记有案的是23000多个人、嗯、如果扣除了最近这几天刚好独立的神户山口组的3000多人，那至少还约莫还有20000多个人、嗯。但是事实上这还不包括他旁边的这个后面后周边的这些所谓的刺激团体，对不对哦？跟一些等于说外围组织，比如说像那些暴走族等等、嗯、加起来快要30000多个人哦、嗯。那么事实上呢，工藤组只有560个人，可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他很狠。山口组因为壮大了、嗯，壮大了以后呢，我现在不是打天下，我现在是做天下，所以我要赚钱，对，你知道吗？会被探及嘛、嗯？啊，我最主要目的是我被探及，所以我想办法染指一个地方，然后你加入以后我就收钱，嗯、啊，经营各式各样可以赚钱的啊，这样子，所以他不想要惹事。可是工藤组不一样，工藤组是这一块是我的，我还要打出去，所以呢，山口组在全日本各地全经过很多次战役以后，他都赢。可是只有在北九州战役的时候呢，他吃瘪了，遇到这个工程组，因为你比一开熊嘛，哦，做穷的对啊，没有错，他就敢跟他拼嘛、嗯，所以呢，这个他是怎么样的这个经营？其实我们看日本的治安其实是亚洲最好，他、嗯、有的我们常看到他会有那种很可怕的那个案件，对不对、嗯？那个是特殊个案的话呢，很可怕，可问题是整体的治安非常的好，嗯、所以为什么台湾的这个人民喜欢到这个观光客喜欢到日本去观光？因为他治安好哦。可问题是他的老百姓其实很可怜，除了要向白道缴税之外呢，还要被黑道抽税，而这个保护费是你一定要缴。如果你不缴的话呢，像日本山口组呢，缴了以后很简单，日本山口组就是一个菱形的三根口嘛，对不对、嗯、哦？然后你缴了，只要有这个三根口的一个花放在这家店的前面，其他的黑道不可以来啰嗦，也不敢来惹。哎，如果来啰嗦的话，我山口组就请全邦之力把你打过去，就把你灭了，就对了啊、哦嗯。那么那工藤组呢？工藤组不是这个样子了，工藤组是你一定要交保护费。你一定要，而且交保护费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的赌场、色情行业、八大行业，不，连一般的老百姓，你开什么店，你开脚踏车修理脚踏车的，你开这个等于说啊，超商对不对？什么都要给我缴，连开个米搭也要，全部要缴。对，你连那个路边摊，你全部都要算是我的，算是我保护的，工藤组保护的。那你说那不缴行不行？可以啊，就有中国人开的餐馆，对不对？哦，不缴。不缴以后放火烧了、啊、直接放火把你给烧了，整个餐馆全部都烧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是工藤组干的，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到后来工藤组就是说，你他们在福冈这个地方，包括这个整个九州这个地方，他就用这种凶狠，如果你这被害人敢去报案，我就把你给杀了、嗯、如果你不缴保护费，我就把你的店给砸了给烧了。所以后来呢，山口组本来要抢他们的地盘，他们后来联合几个三大这个等于说九州的这个黑帮组成一个反山口组联盟、嗯、所以山口组打了半天这一块就是打不下来，打不进去。对，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人只有500多个人的黑道，他连警察都想干，都敢干，他连这个首相的官邸他都敢杀，都敢冲，那他连黑道也敢这样子打的话呢，那一般的老百姓当然就只好任他们宰割了。那个我可以再补充一下，那个为什么那个九州的工藤会这么样的凶悍，因为他从过去的时候很早过去，在明朝时代的时候，所有我们讲的所谓的倭寇对吧，战斗力最强的就是属于九州部队、嗯、是。然后他们的民风飘扬到什么程度，我们常会看到在日本的那个古代的那个武士剧的时候，有没有会做了两把镰刀，有没有、啊啊啊、那个就是九州的他们那边的那个军队，有没有、嗯、他们所擅长的一个标志、嗯、也因为这个样子的话，有没有，所以呢工藤会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也有曾经在那个歌舞伎町挑战过那个山口组。那怎么挑战呢？那次挑战差点打起来，原因在哪里？就如同我刚刚瑞德兄讲，他人不多，但是他很悍。悍到什么程度？过去的时候，各个那个日本的黑道在新春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歌舞伎町的大团拜。怎么团拜呢？就是每个人穿的黑色西装、白色衬衫，有没有打领带？排队排好，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地盘，有没有？鱼贯的这样子走出去，有没有？然后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呢，有些人还会甚至叫喊个口号，喊自己山口组这个名号。
就碰到了工藤辉那边的时候，有没有？其实当时的时候，一遇到本来差点打起来，后来发觉有没有，他们是工藤会的人。就那天那个时候，那个三矿组就有一些部分有没有，就想啊，我们还是拐个弯好了。这样拐一拐拐过去之后，后来这样的情况被那个日本警视厅看到之后，2010年之后就禁止在歌舞伎町再有这种所谓的帮派的这种新春团拜的这种状态。因为一般的黑道的话呢，在日本的话开枪啦，这样枪击是有啦、哦嗯、然后呢，你说丢手榴弹，台湾也有很多黑道丢手榴弹啦、啊。不过在这个警匪枪战或者是黑道之间的火拼啊，直接就把火箭筒拿出来，就只有工藤组、工藤会，以前的工藤组，现在的工藤会，你像他拿火箭、啊，拿火箭筒出来轰你，那你认为连火箭筒都拿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好怕的？看来日本的帮派不止山口组，连工藤组也都是非常恐怖的、哦、那我们知道上个礼拜这个中国举行了九三大阅兵，他们的这个主席习近平就讲说，他们要裁军300万人，到底要裁空军、陆军、海军，裁哪一些人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0万。习近平在这个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向全世界说，他们中共要裁军300万人，现在传出绝大部分大概有17万人要裁到陆军。赖教授，为什么陆军是绝大部分呢？哦，陆军可能不止17万人。哦，不止哦，目前传出来是17万个是陆军的军官。嗯哼，所以人数会更多更多，也就是说可能这30万几乎都是陆军。呵呵，因为他们已经宣布空军要保留，海军要保留，二炮部队不会裁减。那么人民武装部队就是相当于我们台湾的宪兵，是、哦、不会动的话、那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看到裁军这300万可能几乎都是陆军。那在这个几乎都是陆军里面，我们看到了最多的是以军官为主，军官、哦、高达17万人。呵呵，哦，17万人的军官。那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资料，当然他们宣布说9月中旬会把详细的这个整个做法会公布出来，那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的前置作业早就完成了。哦，其实已经有安排了啦。对，很早以前他们就在开始安排这些整个前置作业，然后都完成了以后，中央军委啊开会，军委主席定案了，然后批准了，批准了以后，才由习近平在九三阅兵的时候来宣布。这一宣布，当然跟我们上次在这边判断一样，马上引起全世界的媒体的主要的关注，几乎头条都在谈30万的大裁军。三十万大裁军，在目前他们传出来的就是说裁掉17万个军官的时候，我的判断了哈，这是我们判断，马上要见真章了啊。我的判断应该是以这个省军区，就是省军区跟军分区他们为主要的裁撤对象。所谓的省军区，就是说中国大陆啊，现在大概有27个省军区，27个就对了。对，像那个郭伯雄啊，就是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他的儿子郭正刚不是被逮捕了吗？不是被逮捕，那他当时呢的工作地方就在哪里呢？就在浙江省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少将。好，那你看哈，省军区管后备，管预备役，管征兵，管士兵的复员，所以没有伟大的事情做。但是呢，土地资源很多，权力很大，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呢？也就是说，钱多事少，离家近，然后又不打仗，又不打仗，可是他的官还是很高。为什么？你看，政治部主任少将，然后司令少将，可是这个兵，这种单位我们叫爽缺，没有战力的，没有战力的预备部队、后备部队爽缺。可是也不要忘了，他们的集团军要打仗的，集团军的这个司令啊，在平常的时候少将，平常的时候集团军司令哦，少将的。中国大陆就有18个集团军，那每一个军区大概分配2到3个集团军，可是你看一个集团军要管步炮装3个师，还要再管一堆的后勤的单位、通信营啦，好，然后问题是他们要作战演练演习，要打仗的，可是他的编制少将还是少将。一个是爽缺少将，他要做这么多事也是少将。对，
那如果说这些集团军如果资深一点的，有可能是中将，作战的时候可能在扩编成为上将，可是平常的时候都是少将编。那你想想看，难怪郭伯雄会把他的儿子郭正刚放在这个省军区好缺少将不打仗，然后呢一样未来靠他爸爸的关系还可以升到中将，这样子不合理。所以我估计在这一次里面会把他们的这种省军区很有可能都会裁撤，所以省军区一裁撤，军分区也就一裁撤，这一裁撤的话等于是一大堆军官都要裁掉了，裁掉以后当然就要复员，还有一个单位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文官团，文工团，对，文工团他也可能会裁，但是文工团的人数不多，目前估计2000人，有人说到10000人，即使10000人，你30万大军中10000人也不算多到哪里去，但是呢，他确实很醒目，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很醒目呢？因为他们是到很多的军队里面，很多地方去闹军，然后都是由年轻的这些妹妹啦，他们或是一些男生，他们来歌唱啦、歌舞的表演。可是问题就在于很多的腐败也会在这边诞生，因为他们是军人啊，他们本身以唱歌跳舞，可是有军衔，而且很多他们的管理干部也都是军官。可是在这个情形下，负责管理、负责唱歌跳舞管理。那么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首长其他的问题，例如说喜欢上某个妹妹或是干什么，然后就产生腐败的这种资源，这样的情形下把文工团裁掉，其实我们当时我们中华民国国军也有很多文工团，例如说白云义工队，但我不是指责暗示我们的文工团有问题，我不是这意思，而是说这个地方在他们那边可能会产生一些腐败的根源，铲除把它拿掉，可能性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绕军的服务可以仿照美国，也就是说所谓的仿照美国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由到时候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艺人啦，我们现在有很多演艺单位啦，对不对？我们用付钱邀请他们来，然后去军队里面来表演，那我们付钱，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而且不会有其他的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像这种不是战斗单位的话，估计也应该会裁撤。中国说他们要裁军30万，到底要裁哪一些人呢？预计在9月中哦，他们就会对外来公布。那刚赖老师有特别提到有一个叫文工团，这个文工团到底是成员怎么来的？听说都是挑一些漂亮妹妹，那他们的工作又是什么呢？人家这个文工团其实它有蛮长的一个历史，它在1947年的时候在东北成立，最早的时候是在地区里面哈，所以有什么矿工的这个文工团啊，或什么的。那这个呢，其实过去大家都质疑说它里面的这些成员哈，因为都挑过，而且大部分都是以女生嘛，那就因为过去出了几个案子啦，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团里面呢，很多人都跟高官啊，就是他们这些高级的这个将领，甚至这个所谓高阶的这个政治人物啊，有不正常的所谓男女交往的关系。对，所以这一次传出来说有没有可能就裁他们呢？其实也备受的这个瞩目。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呢，就是白灵他在好莱坞呢，现在又都在好莱坞发展。我们看过他演过很多的这个很有名的片子，《红色角落》那些。那结果呢，他在有一次参加这个所谓美国的电视这个节目里面呢，他都要画面上面所看到这个终极杀阵，后面在帮这个警长呢按摩，这个就是白灵啊、对。那结果呢，他在接受美国的一个实境节目的这个所谓的访问的时候呢，他突然就自爆说呢，他曾经在文工团的时候呢，为这个所谓的解放军的长官做性服务哦，为他们做性服务。对，那他自己本身，因为他的父亲是这个音乐老师，他的母亲其实也是在这个艺文界的人士，所以他小时候就很喜欢表演。表演。结果14岁初中毕业之后，他就参加了这个所谓的中国解放军的文工团，一直到他17岁离开。结果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他就讲说呢，事实上他们当时这一批进去到文工团的这里面的这些在当这个文艺兵的这些人呢，都在帮长官做这个性服务，而且呢，全部哦，对，而且甚至都是帮长官陪酒或什么的。那结果他还自曝讲说，他其实那个时间里面哈，还因此而怀孕。那怀孕还不能到外面去讲说啊，我的本名是什么，所以呢，还用假名呢到外面去堕胎。那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他说他在这个美国的那个实境的那个节目里面接受访问，他才发现到说，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产生很多的阴影。所以呢，他决定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可是呢，他也不觉得说，就说实话，他心里面他就觉得说，
也不会认为说解放军这些是很奇怪的事情。不过他控诉的是当时那些解放军的长官，倒没有对这个制度所提出这个控诉。那中国大陆方面当然有很多人就会去问嘛，那他外交部讲说，哎，我们其实也没有听过相关的指控啊。那白绫现在你这样讲的话，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有或没有，他们就不愿对这个事情做出回应。那这个就是白绫他自己在这个所谓的文工团里面他自己所自爆的一个事情。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什么，叫做汤灿。哦，公共情妇。对对对，汤灿他被人家称之为所谓的军中妖姬，他是这个，他是因为他是四川人嘛，他是这个湖北那边的人，他出这个也是一样，喜欢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那唱歌也唱得不错啦，实际讲实话，所以有人称他是什么中国民歌女歌手啊，对对对，然后然后就开始就称给他很多很多的称呼，那他本来是唱歌也唱得很 OK 嘛，然后结果呢，哎，这个文工团也就觉得说你也还不错，那这样子啊，我就征召你入伍，把他挑进来就对了。对对，你知道他其实唱歌唱到好到什么程度？以前这个张学友有一个音乐剧叫做《雪狼湖》，你知道吗？他有参加吗？《雪狼湖》里面有一个女主角的角色叫做宁静雪嘛，本来是找他，本来找他，那找他的时候，结果他居然没他。演了几场之后呢，就被换掉了， 被许慧欣给换掉了。那最有名的代表作叫做《祝福祖国》，因为他在1998年的时候呢，在春晚的时候就唱了这一首歌，就大家发现说哇，你好棒哦。所以2010年的时候，文工团就找他来，就给他，因为他其实也不是军职，你知道吗？就给他说好，那你进到我们这边来啊，我们给你什么什么专业技术5级啦，什么文职人员什么3级什么的。所以是春晚表现很好就被上级长官看中了嘛？因为他其实，在艺文界也算是有一点点名气这样子啦，那结果就找他说啊，不然你来加入我们文工团啊。那因为他是民间人士嘛，所以给他那个身份之后，对应起来差不多就是军方的所谓大校的这个军阶。结果没有想到呢，慢慢的，哎，2011年的时候呢，他又开始要演电视了，你知道吗？就演了一个抗日剧。那个其实讲实话就是一个样板戏嘛。那结果样板戏演一演正要播出的时候呢，突然汤灿就失踪了，又失踪。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说，那你汤灿到底去哪里了？包含这个电视剧本来已经拍完要播了，你知道吗？女主角不见啊，不，把她的画面全部剪掉，然后正面的画面就找人家来替换，你知道吗？后来就发现到呢，陆陆续续有媒体就开始报说，汤灿呢，其实啊，他因为早年在美国学习声乐，有人怀疑他什么呢？他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被美方给吸收，所以呢，已经偷偷的，就是为了要获取一些情报嘛，所以开始用他的身体跟什么，跟解放军的高阶将领，好，就跟他们交往，甚至传说他还把这个中南海啊画了一个地图，这样子，插旗嘛，哎，对对，就已经画了一个地图交给美国或什么的，然后也说什么他跟薄熙来这个有染啊，跟周友康游览啊什么的，传说什么？传说他被判7年的徒刑，被抓去关。可是呢，这里面其实我想，实在传言太多，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有人说他关在武汉女子监狱里面，可是呢，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人讲说哈，曾经有一名华裔女子呢，被人家这个有日方的人士在保护呢，要跟日本交换，说希望能够寻求政治庇护。也有人传说这个就是汤灿，就他了。那也有人传说呢，汤灿其实早就已经被处决了。那后来再有消息呢，讲说他其实因为他的生活太过于迷乱，你知道吗？据说他有得到这个被艾滋病检验的时候是阳性的反应，所以呢，又有人说他现在在这个外面保外就医。所以到底现在汤灿去哪里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刚刚光讲这两个例子，对不对？就包含讲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白绫，然后现在讲到唐灿，好像这个感觉上文工团很复杂，对。但大家请不要忘记，现在中国国家的领导人叫习近平，他的夫人彭丽媛女士也是文工团出来的。所以呢，这里面其实当然我们讲一个团体有很多这个可能有不好的，那可能也有一些好的。不过因为现在在裁军的部分，因为他这样裁的哈，大概都不是这个所谓的专业兵种啦。那很多人都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工团过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例子，然后又让人家觉得说非常奢华，然后大家好像出入都名牌包，又有一些不正常男女关系，未来会不会被裁撤掉呢？那就受到大家的瞩目了。到底他们是不是有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工作，甚至所谓在服务他们的长官呢？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阅兵哦，他们展示了非常多的武器，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鹰击六这个飞弹，是威胁性是不是也相当高呢？对，这次大陆在这个那个阅兵里面啊，其实展了一共大概1、2、3款的就是反舰飞弹。当然，第一款呢，这个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鹰击12嘛，超音速这个反舰飞弹。这个飞弹它速度可以那个在掠海飞行的时候大概就有2倍多音速，然后这个攻击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4倍音速左右。那这个飞弹它本身是非常快，但是除了鹰击12超音速飞弹之外，它这次还展了另外的2款分别是鹰击83还有鹰击62。
鹰击六二这个飞弹哦，其实跟鹰击八三这个飞弹，它在过去到现在来讲，其实解放军海军哦一直很重视这个反舰飞弹的发展，因为其实大概从那个英阿福克兰大战以后啊，就大家突然发现这个军舰对付这个反舰飞弹，如果没有办法在反舰飞弹击中军舰之前把反舰飞弹打掉，那反舰飞弹打到军舰，可能后果非常严重。你就看像英国的那个雪菲尔号驱逐舰，对不对？它命中了以后，它本身呢，整个船烧了，这个一天一夜船就沉了。那另外像那个美国的这个在波斯湾的时候，也有一艘派里级巡防舰，就是我国海军的主力舰成功级巡防舰啊，它也有一艘啊史塔克号曾经被啊法制的飞鱼飞弹击中，而且那个飞鱼飞弹击中以后，对不对？飞弹本身没有爆啊，它只是那个剩下那个弹头燃烧，对不对？就烧得一塌糊涂。这个情况其实也可以了解到，反舰飞弹它通常击中军舰的时候，弹头是一大杀伤。另外，它飞弹本身里面如果还有燃料的话，燃料本身也是一大杀伤。所以它这次我们现在看画面上看到是什么呢？他们的鹰击六二，鹰击六二啊，其实啊是中国大陆研发来说相对而言比较早的一款这个反舰飞弹。它的大小体积啊非常的庞大。那个鹰击六二或者它也有外销型啊，就是那个C602这个飞弹。它这个飞弹它其实中国大陆自己做的啊，本身它其实射程很长，号称啊这个过去来说射程有到450到600那个550之间。那现在啊，他们现在有这个最新的那个款呢、它射程呢可能甚至到600。如果说你看以射程600公里来看，他把这个飞弹往大陆东南沿海100，这600公里射出去，其实基本上来讲，这个低岛链啊，包括像我们台湾来讲，对，就已经完全在他的射击范围之内了。那另外，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鹰击六二之外，还有鹰击八三。鹰击八三飞弹啊，因为它本身啊，它的这个大小跟我们刚刚看到鹰击六二相对来说小很多。现在看到后面是鹰击六二，前面鹰击十二，然后另外它那个鹰击八三，它的大小其实大概就跟那个飞鱼飞弹或者说鱼叉飞弹来讲，大小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呢，这个那个鹰击八三这个飞弹呢，它其实啊，对于解放军现在来说的话，它又可以装在驱逐舰上，又可以装在飞机上，由那个飞机啊携带出去，然后由飞机这样发射。另外呢，它也可以由前舰发射。那像鹰击六二，我们刚刚讲到，你现在看到画面上鹰击六二，它的大小本身呢、比较大，那它的射程当然虽然也很长，但是啊，那么大的这个飞弹。现在啊，它除了那个大型的军舰可以装之外，那另外它本身呢，它用来作为岸基机动发射。你看，就像这样，由装在车子上面，然后由车子再到处跑，然后那个把盖子打开，咻这样发射以后，如果它的数量非常的多，其实说真的，也会对海上的这个军舰呢、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啊，我们知道每一艘船、每一个军舰，它本身的这个作战系统，也就是它的防空系统，基本上来讲，同一时间能够处理的空中目标都是有限的。当然，如果它的船数比较多，2到3艘加起来，但是如果今天你一旦发射的数量超过了它作战系统能够抵御的数量，那糟糕了，那它那个一定突破它的这个防御线了，那就是早晚的问题了。所以中国大陆它对于这个反舰飞弹来讲，它不管是现在是用来空射的，或者说建设的，或是你看这种陆射的，它基本上来说，它都是希望能够用一个以量的方式来取胜，数量多就能够有机会突破你的这个防御线。鹰击飞弹其实这个威胁性真的很高，不过拿枕头打也会打伤人吗？这个不知道是擦枪走火还是有心报复。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西点军校，他们每一年都会替这个新生来办理一个枕头大战这样一个传统的活动，不过今年却传出说打着打着有人骨折啊，脑震荡，什么情形啊？那阿内这样，这个活动其实讲实话，从传统的一种荣誉，突然变成是有人脑震荡，30个人，还甚至我跟你讲，还有人昏迷不醒，20几个昏迷不醒，有脱臼有骨折的。那这个活动，我讲实话，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啊。那这个传统呢，其实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小看它，它其实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其实念军校生哈，他每一年都会排一些，比如说像暑假的时候，很多像这个大学生暑假的时候就是在家里休息嘛，可能去打工。但是因为军校生他平时要做，平时要上学，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暑假跟寒假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寒训跟暑训。那美国西点军校它的传统是这样，画面上面所看到就是枕头大战啊。那他们每一年这个大一新生呢，大概在暑假的时候就有所谓7周的这个暑训啊，我们像台湾这边就称之为暑训这样。那每一次暑训结束之后呢，他们就会举办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枕头大战，看起来非常的有趣，对不对？大家拿着枕头这样，你 KK 我，我 KK 你，然后这样互相玩乐在一起。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普通的枕头，为什么呢？这一次会打到有人昏迷、有人骨折、有人奇奇怪怪的事，就是因为有低级的人呢在枕头套里面塞入了其他的东西。塞哪一些东西？钢盔啊。
枕头里面塞钢盔，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轻盈，对不对？但是有人在里面却塞了一些尖锐的物品。事实上，这个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玩过一次了，你知道？我说玩过玩是好听一点，其实是很糟，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人被打到受伤，所以2013年那一年的枕头大战因此而这样被取消掉。就后来再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画面上面所写的四个人脑震荡，一个人腿骨折，两个人手骨折，还有昏迷的，你知道？对。更夸张的是，其实你看这些一年级的新生哦，你现在画面上面其实它有规定哦。你只有一年级新生可以拿哦，一年级新生可以拿，一年级新生可以拿。那你大家就说，那一年级新生为什么要这样互相打？又不是说对学长不爽，对，不是说要团队合作嘛？哎，新典军校有他的讲，他说我们做这种活动，其实讲真的，因为前面七周的训练大家太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给他分队，然后大家呢可以纾解压力，甚至可以增加团队合作。就这一次打到乱七八糟的时候，你知道旁边其实我跟你讲，有学长在看，有些其实他因为你学长不可以参加嘛，对。结果这一次有人打到流血骨折的时候，你知道居然有在旁边看着学长讲说，我觉得非常的骄傲，我的学弟居然这么的骁勇善战，你知道吗？完全是莫名其妙。伊斯兰国现在情况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哦，他们持续在中东地区进行一个侵略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当然许多的难民现在都逃到欧洲去啦。不过现在包括英国以及法国，他们现在传出说他们要加入空袭的行动了。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难民其实是旧难民中的新难民，是。所谓的旧难民中的新难民，就是叙利亚不是内战四年吗？内战四年呢，已经产生了几百万的难民，死了25万人，几百万的难民。这难民中有一些叙利亚人哈，那么伊斯兰国成立了以后，又创造了新的难民，所以旧的难民再加上新的难民，他们往土耳其跑。然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在上礼拜发生的那个悲剧，那个小男童这样的一种令人伤、那个、心碎的这样的一种悲剧。我们看到以后，好，现在这个英国啊、法国、美国说，我们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的来解决这个伊斯兰国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对他实施空袭。可是我研究军事那么多年哈，研究战略那么多年，我还没看过空袭，单单的依靠空袭可以击败一个游击战术。你如果说用空袭来打败正规军，有可能，但是你用。因为这是在科索沃战争的时候发生的，但在过去是没有的。人类的战争始终就那一例，用空只依靠空袭击败对方，就那一例。好，那我们就看到了，我还没看过用空袭可以击败游击部队。游击部队必须要派地面部队进去，但是不管怎么说，英国、法国、美国都不愿意派地面部队，所以他们说要加强空袭。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特殊的事情了。这个特殊事情就是什么呢？以色列的情报官员有看到，而且呢，叙利亚的政府军故意的也有在电视的画面上有播出什么呢？有俄国的军官、俄国的教官、俄国的士兵、坦克兵已经进入了，已经进入这个叙利亚的政府军内部。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估计甚至连叙利亚的空军啊，俄国的也都进来了。意思也就是，可能俄国在未来可能会派遣地面部队。如果英法美对伊斯兰国实施空袭轰炸的时候，那他那个俄国的联合伊朗的民兵，再加上叙利亚的地面部队，然后进入伊斯兰国，刚好去进行地面的扫荡、接收，帮阿萨德政府扩大他的地盘的话，那不是内战又要继续延伸下去？想要打败这个伊斯兰国，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哦。因为包括这个美国制啊，所有为他们主力的 M1 战车，听说在这个战场上连炮台都被打掉了。哦，对，其实啊，在伊拉克当时还在伊拉克这个绥靖作战的时候，美军他们其实就在伊拉克绥靖作战中投入了相当多的这些战车啊，包括像陆战队的 M1A1、陆军的 M1A2 这些主战车啊，这些战车他们其实本身在那个伊拉克就是地面战的这个阶段，对不对？他们被击毁的不多，但是他们数量啊被击毁到比较多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后面就伊拉克政府被解散了，然后那个之后那个产生的那个伊拉克绥靖作战。这时候你看伊拉克那个这些当时啊那些就是伊拉克的这些民兵啊，用什么东西来打 M1，对不对？他其实打 M1 啊，他那时候来讲，他们大部分都是使用像 RPG 这样的这个武器。你看像 RPG， 因为它是一个火箭推进的一个那个火箭弹，它里面装一个成型炸那个装药，击中了那个。M1 坦克以后，它会产生一个高热的火焰，然后喷进去。但是因为 M1 它这个战车啊，它本身有那个复合装甲，所以它其实对于这种复合装甲，它抵御像这样一个喷焰装甲弹，效果其实还不错。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 M1 坦克它先碰到了什么东西，先碰到一个叫 IED， 也就急躁爆裂物的话，那累了。为什么？因为急躁爆裂物啊，它那个是怎么急躁爆裂物？你如果说各位的这个。
观众朋友有看过那部描写伊拉克战场那些拆弹手的那部电影的话，你就知道他往往就是拿一个那个155公里榴炮的炮弹，那还是小的。你知道还有什么吗？像那个什么250磅或甚至500磅的空用炸弹，然后他在路上挖一个坑，或直接把它用那个沙土把它埋起来以后，你想想看，那250磅或500磅的这个空用炸弹炸掉以后，哇，那不得了！你看，像现在这样 M1 坦克这样开过去，对不对？就非常有可能啊，遭到那样 IED 的暗算。你看那个 IED 对，就摆在那个里面。当然，这部车它本身啊，由于还好，它那个底下可能是它爆，你看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它里面啊底下根本摆了两颗啊，至少是那种250公斤的空用炸弹。那这辆车运气也还不错，它并没有遭到击毁。但是如果说像有的车辆，你看像这部车，砰炸掉以后，这个车就我看大概就不死也半条命去了。对，那像这个一旦就是说 IED 这种爆炸攻击的时候，往往如果说让它的车辆没有办法继续行动，比如说履带被炸断啦，或者说是它那个你看像这里是 IED 爆炸，然后那个车辆不能行动以后，如果后面再有人补他几个这个像 RPG 或甚至于啊是用到了那些反战车的这个飞弹，像你看这个就是在那个前一阵在也门拍到那个觉醒青年啊用那个反战车飞弹啊反坦克飞弹去攻击一个那个M1 坦克，对，你看这飞弹飞过去以后，它飞，因为它本身你看它的那个飞弹后面的火焰嘛，啊击中以后呢，它击中以后，对，打到以后，它一开始好像我们看它的爆炸不是很厉害，但是哦，你看紧接着没有多久，因为 M1 战车它的战车里面的那个弹药库它有一个防爆门，它可以把它火，但是你看它后来燃烧的情况，烧到了那个战车里面的那个本身的弹药，砰，整个车就炸掉了，整个车就毁了，对，整个车就毁了，那大概里面的人也就哦那个可能就去哎就没有了，开始击伤了哈，对，所以对于这个 M1 坦克啊，虽然说是非常那个优异，然后防护力啊、机动力等等都是设计非常好的这个主战车，但是啊，说真的，一旦碰上 IED 或碰上火箭，甚至碰到反战车飞弹，打到的这个位置啊，那很可能如果打到刚刚好，那对不起，那车还是完蛋了。历时3年建造的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哦，在1996年的今天正式完工下水了，之后它也开始接受许多的任务，到底有哪一些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历史上的今天，1996年9月7日，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完工下水。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8号舰。1993年11月29日，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坞公司铺设龙骨起造，最初命名美国号。1995年2月，在铺放龙骨之前改名杜鲁门号。1996年9月7日直评命名完工下水。杜鲁门号是以美国第33任总统哈瑞杜鲁门命名。该舰配备包括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在内的90架标准战舰载机，还有直升机。在1998年7月25日编入美国大西洋舰队服役。杜鲁门号第一次投入前线战斗是2002年12月5日参加伊拉克战争。从起造开始，先后历经10年才正式投入战斗，真可谓10年磨一剑。2005年。卡纳粹飓风在美国东海岸造成巨大损失以后，杜鲁门号于9月1日开赴墨西哥湾海岸，成为美国海军营救任务的旗舰。2012年，全球第一款无人战机 X-47B 实验机进驻杜鲁门号航母，进行为期3周的测试。这项高度机密的测试也看出未来航母的雏形，宣示下一代美国航空母舰战斗机群进入无人化的时代。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